押韵狂魔。我是五连押，喜欢想韵脚，写的韵脚用来烤烧烤。哎，戴口罩，谁在狗叫？你今天你不戴，别想走掉。别对我吼叫，有没事给我戴着手铐。你说的啊，忘了告诉我手上有尿啊啊！我是秃子。我喜欢酒吧里，你喜欢去哪里？我喜欢去大自然，我地上吐口大莲潭。哎，老王，一起去洗手间。洗手间？多少次嘛是吧？他和老王一起上西天。来，同学们猜猜我的名字叫什么？我猜你姓王，你叫王建军。不对，哎，我猜呢，你从小就跟梦想萨南翔，所以你父母给你起名叫挖掘机，对不对？他默认了。老师，导师，你回教室吧，老师要去街上打吊瓶。老师要去街上偷电瓶。你脑袋真木，一偷一仓库。回教室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办事，我帮你守着。别跟着我，我真服了。哎，王老师，老嫂子，哪有老嫂子？他说老师，我是王老师。他说屌丝，你是老屌丝。等一下，我打针就被说，谁让你跟着我的？你们谁打针？你说谁打针？我真服了，我是老针。你们是38号啊？等一下，叫他号进去。不够，今天在我上个厕所。38号。38号最后一个，打完就吃饭。OK。38来了，快！快快快！快走！哎，带走！哎呀，我操，打错人了！啊！我才是38。你喝了。我和他走在路上，老师发现我牵着他。他想怎么运转呢？于是他怒气冲冲走过来模仿老八。于是他怒气冲冲突然模仿跳跳蛙。哎，于是他怒气冲冲模仿韩国欧巴。哎，你妈西班牙干嘛呢你？于是他怒气冲冲走过来说你在干嘛。我傻的没干，你居然还敢撒谎，你俩谈恋爱，我现在打电话给你们叫早。老师他拨通了电话，我被吓到了，眉头紧锁锁。于是他拿起手机接通电话。喂，我是家家威，是兄弟就来赶我。于是他接过电话，拿起手机开始卖货。于是他拿起手机接通电话，模仿盖过。我太帅了，开个ring，下一个是。于是他接通电话，叫我爸来路边接我。说完他挂了电话，我害怕他不敢说话。我爸从家里赶来，指着我的鼻子开始骂：你这孩子是不是又在学校瞎胡闹？拿我。老师急忙拦住我爸，来了个公主抱。老师急忙拦住我爸，玩起了摔跤。老师急忙拦住我爸，玩起了唱跳。老师急忙拦住我爸，说你别太暴躁。爸爸的情绪开始化合，问我是不是打架了。不是，他在学校谈恋爱了，还谈恋爱。我儿子出息了，嗨 ，why？ 哎，不着急下课啊，我们再多学几分钟。时代风俊，挑老公，完美所下。对对。想唱跳舞的男孩，音乐是他的王牌。刷牙的男孩，口哨是他的王牌。随时随地表演，生活才是我的舞台。随时随地开大厕所，就是他的舞台。你妈，同格日当午。我妈真辛苦，上午打麻将，下午斗地主。我真服了你个250。来，艾琳，带领我们班同学把我们班口号喊一下，都大点声啊！高三一班，猛虎下山。福如渡海，寿比南山。又是你小子给谁做秀呢？老师们，我们学校的口号是：共同努力，教学有序，齐心协力。学校倒闭，哪个班上的？把你家长招来。你家孩子天天在学校押韵，影响不好。你这死孩子，别到处说话，说两句得了。好啊，你的头像皮球，我一脚踢到百货大楼。对不起，敬个礼，把自己的病送给你。给我弄出去。我把你推大瘸，行，不我赢。学校是来干什么的地方啊？
学习。对嘛，某些人每天就知道押韵影响同学，老师当年睡觉都抱着书。什么？老师上课抱着书？完了，全完了。下课不？骗子太严重了，当年老师我读书的时候门门都精通，头发去无踪。在我12岁的时候买了 MP3， 哥哥每天吃饭必须吃三餐，听周杰伦的专辑，到后来我听剧饭，吃饱喝足跟我睡觉就能喝。呀，黎明园，没事了吗？那我去讲吧。好，黎明园上草，你爸不洗澡。等我一下，校长。一会儿大家都大声一点，让全校人都听到我们班的口号。老师您请。嗯，好，来。高三七班猛虎下山，高考过后厂里聚餐。又是你，又他妈是你。不错，站得很整齐。我班学生特别棒。老师，我想处对象。这也是你们班学生？问问他哪个班的。看见蜜地写诗情画意，小儿麻痹我穿着萝莉，我心中装的是情和意，吃饱喝足我放个屁。很像衬土，站在外边说老师出去，在那边去。来，同学们，把我们班口号喊给校长听一下啊！21班非同一班，一半进场，一半大专。给我回来！快告诉地主，老师，你要是鸡屁股，你胡扯，你只是胡德，你是不是虎？只是公不吃母。黄谷，黄谷，亚运黄谷，我们要追随你。你们把我丢水里，不是我们要拜你为师，你们还要做老师。你们还不悔改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句古诗，空山新雨后。 Sorry, I don't know。 你是不是走错班了？这鸡爪鸡爪，我买几把贵椅子，我把鸡爪给你吃。哎，好，谢谢。美女吃炭烧，给你吃蛋糕。我操，师傅的押韵全部都来自于生活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你出个押韵。有脚气。哥们儿，其实我有脚气。师傅，你说你有脚气怎么很难以启齿吗？我在教你玩一些很真的东西。好吧，来，你再说一个，我给你强化一下。欢乐颂。哥们儿的袜子穿个洞。师傅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觉得我现在在开玩笑吗？你以为我在骗你？我在教你玩一些很真的东西。咋真的？这是不用管。所以说玩说唱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真实。你看我脖子上项链这个材质，这材质也太好了吧。真品都这样，你想要的话99给你了。我给转账，师傅。 OK， 转过去了，我现在送给你，它现在是你的了。这真的是真的吗？师傅，当然当然是真的。那你脖子怎么回事啊？嗯，你脖子脖子好几天没洗澡了，是这样的。总而言之呢，玩说唱啊，一定要真实。玩之前能把项链钱退我不？感觉到有点褪色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是因为我没洗澡，我没洗澡。那我洗澡了。你洗澡了，你他肯定就不会褪色啊！你看这孩子，你看褪色了，你看呢？嗯，他这属于是买一送一。